你这梦、哦，小林，喂呀，我不是叫你把臭衣服丢进洗衣机旁边的篮子里面？小林，不是我不想要把那个衣服丢进那个篮子里面了、啊，可是那个篮子哦，那衣服全部满出来了，这样要怎么办哦？将洗衣机坏了吗？要不然我早就洗好了咯。那个洗衣机哦，在上上上个星期哦已经弄好了哦。那时候你说哦上上个星期再洗哦，但是上上个星期哦你又说上个星期才洗哦，那这样今天是星期六了哦。这样人家很忙的吗？早上要上班，下班了要加班，回到家要扫地抹地煮饭洗碗碟哦。我不是怪你啊，不过哦我们上上上上个星期哦才开了一个男女朋友的会议哦。是啦，我记得那时候叫你记得把臭衣服丢进洗衣机旁边的篮子里啊。我记得的好像不是那样哦，那时候哦你说你有 project 做很忙，所以哦你只是负责洗衣买菜煮饭洗碗碟扫地抹地哦都是我做咯。你要不要看那个会议记录你写的？我现在拿衣服去洗咯。啊，小林等一下。 Brother， 你衣服我帮你洗好了哦。哇，这个衣服哦昨天还在洗衣机旁边的篮子的哦，今天就洗好了哦。就我看到洗衣机旁边那个篮子的衣服好像尸横遍野这样，我就顺便帮你们洗埋它咯。还有啊，我也顺便煮了早餐和煲了红枣枸杞汤啊，你们出门前记得顺便喝掉它哦。 Brother， 你在这里哦才住了几个星期罢了哦，就顺便做了这样多东西。小林在这里哦住了差不多一整年了，这么你什么都没有顺便过的、啊。我迟到了，我先换衣服啊。这样我顺便去洗一下厕所先。老婆，冰橱里面有可乐吗？拿一罐过来。啊，没有可乐啊，这样牛奶也 OK 的。Jackie， 要不要喝牛奶呀、啊？哎，那你跑来带 Hello 秘密哦？什么 Hello 秘密？他是男的。哦，那你跑来带 Daniel 秘密哦？老板全家人去度假，托我帮忙照顾几天，所以他暂时会住在这里咯。啊，老婆，我对猫过敏的哦，你不可以给你其他的同事看管咩？我够对你这些动漫过敏了，又不见你叫你的同事帮忙看管。不能这样了，老婆，你把它放去外面，锁在笼子里面，这样我就 OK 了。外面没有冷气，蚊子老鼠又多，万一它伤风感冒少了一条毛，我怎样跟老板交代哦？哦，叫我的可乐嘞，在冰橱自己拿。哟，就你刚才拿牛奶给 Daniel 咪咪的时候，怎么不顺便拿可乐给我？这样 Jackie 没有手，你有吗？我的手粘在遥控器，我走不开哦。你整天坐在这里玩呢，很容易发胖的。幸好最近我减肥，每天下班后都要出去散步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呀？哈？哼，好啊，等我玩完这关呢，我就陪你去哈、啊，45分钟就 OK 了。哎，这那只猫怎么办啊？守门口啊？哎，我和 Jackie 出去散步啊，等一下逛巴沙马拉，你吃自己啦。啊？不是 Daniel 秘密锁门口吗？怎么变成我吃自己哦？公司哦就要我们写 proposal 办活动来提高这个销售量，这样我又在想哦，车展哦不是很多美女的，不如我们来一个目的美人热秀，讲。现在的消费权都是在女人的手上，所以我觉得请美女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哦，不要请美女啦。啊，不然哦，我们要请什么人哦来提高我们的销售量哦？找师奶下手啦，请他当你们的代言人，然后跟着你们的入手到处跑，抢师奶的生意。可是哦，安迪很搬当这些东西的哦，可以的吗？我觉得哦，还是打年轻人市场比较对啊。现在不是很流行拍什么微电影了吗？我们可以找对帅哥美女当主角，
来个偶像卖墓地，拍个那夜清晨我们一起扫过的墓地，或者来个艺术墓园生死恋，再不然就来个那夜清晨我们一起搭上 Rabbit KL 到艺术墓园搞个生死恋，你讲 work 不 work 啊？ work 啊，表哥你很厉害哦。我刚刚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，不一样的，我们要找哪一个明星啊？找 DJ 啦，这里的 DJ 都比艺人红的。这样大家哦，天天开车都听 radio 哦，不是每个人天天哦在家里看 TV 的哦。嗯，是啦，不然去找到那个叫叶。我觉得偶像还是找一模特会比较好啦。DJ 的声音是 OK， 但是样子就未免有点抱歉了哦。你看那个什么叶朝明，那个叶朝明听说不错一下的嘛。不过 brother 你讲的又对哦，拍微电影哦，人家都是看样子的嘛，人家上网哦看到那些帅哥美女哦就会 click share 了的。就如果你的样子不好看的话，人家都不会等到你的声音哦。嗯啊，不然我们找混血了。墓地这样华人的东西哦，比较 high class。我觉得还是找一个华人会比较好一点的，因为现在不是 high 不 high class 的问题，现在是能不能 match 到我们华人传统文化的问题。Brother， 你很有 sense 啊！再讲一下，讲一下哦，你好像可以了哦。等我们拍完微电影过后哦，我们再想几个厉害的活动，把他们捧红。嗯、例如说、哦，不要只顾着讲话，悄悄专心看前面。哦。然后在沙滩，然后说了，然后他就不水不水，一跳不好。Jackie 了啦，嘘，他怎么？他抓破我的漫画，而且还是在柯南讲最重要的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谜底就要揭开了，就在这次的密室杀人事件，凶手是猫爪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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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样结尾哦？点点秘密，你最好还是自首，把凶手的名字拿出来，不然，你怎么？你不要恐吓 Jackie 啊，是你自己把漫画书乱乱放，做错事还要怪 Jackie 哦。老婆，我才是你老公啊，你怎么帮外婆讲话？ Jackie， 你不要管他啊，如果他再恐吓你的话，今晚我就把你的小床搬进房间睡，让他一个人睡客厅啊。小床？ 老婆你不是跟我讲他暂时住几天罢了吗？这么连小床都买到现在？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啊，我已经和他讲了啦，你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啦哈。既然是自己的家，当然是要有私人空间啦。哈？那边是他的睡房 game zone， 这里是饭厅，那边是厕所，看到就闪开，不要踩过界。什么厕所？这个位置是放玻璃拿单的啊？你喜欢咯，如果 Jackie 尿到你的东西，你不要在那边鬼叫啊。玻璃拿它是我们爱的结晶，不可以随便移。哎，随便你啦 ，Jackie， come， 我们去改改呀、啊。老婆，你去哪里？哦， oh， 乖呀、啊。老婆，我今天带 Jackie 去做 SPA， 今晚不煮饭的喽。等一下你吃自己啊。Chamomile 能纾解睡眠和放松不愉快心情，看得出我不爽哦，很明显。大雄有小三，大雄没有劈腿 ，Elmo 也不是小三 ，Elmo 是小三。以前哦，大雄是百分百属于我的嘞，现在我只得到他的三分一，哇，是十分一罢了哦。这个数字有点抽象，能不能具体点？以前我讲什么大雄就会讲 yes， 现在 Elmo 讲什么他才会讲 yes。 上次那个找代言人的明明是我建议的嘛，可是哦他就讲不好，可是从 Elmo 的嘴巴讲出来他就赚了极有 sense， 极有 sense 哦。很正常，因为你提出的建议十个有九点九个都不能用。你不要忘了大雄是怎样演戏出道的、啊、没有啊，哪里会有他，
那最离谱的是哦，以前哦，我们是星期六洗衣服的吗？现在他星期五就争着洗大雄的衣服，你看他是不是摆明跟我抢？还有呢？以前哦，我们是七点多起来做早餐的吗？现在他七早八早就起来洗菜煲汤啊！你看他到底在争什么？最夸张的是哦，还叫我跟他好好学习嘞！哪有可能？大雄不断要你跟恶魔学习，潜意识里就是对你这个女朋友的角色有所不满，但是又不懂要怎么告诉你。对我有什么不满哦？那有可能会对我不满哦？我只是有时候忘记洗衣这一趟一晒衣。还有，不小心炸掉厨房而已吗？你又打翻水啊？什么又？我们上星期开男朋友女朋友会议的时候，不是说好每个月轮流抹地的吗？这个月轮到我。要抹嘞哈，还没有回来啊，我就快要饿死了咯。晚餐我准备好了，你猜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？你煮晚餐？嗯。啊，吓死我啊！我以为你哦用炸掉厨房啊，多谢了，怪好算啊。喂，老公，我今天要开 OT 了，可能很晚才能回家，你帮我照顾一下 Jackie 啊。哼，他抓破我的漫画，害得柯南讲不出凶手的名字，间接让凶手逍遥法外，你还要我照顾他？福丁，你不要这样幼稚啊！等一下记得带他去公园散步，叫他多做一点运动 ，keep fit 呐。你不要欺负他，是这样啊，拜拜。老婆，你好。喂，你够了啊！你不要踩过线啊你！这个是我的 game zone， 这些都是 high tech 的电脑线，你要玩你那些笨蛋毛毛球的东西，你回去你的 game zone。喂，要假装没有听到啊你！啊？听到没？啊！你在我的电脑线上面小便！OK， 拜拜。要我讲啊，他 OT 啊，所以会迟回。他那一份呢，我帮他收起来啊。我收了。Thank you。怎么？这里是我们的家吗？我收也是很应该的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，Elmo 真正的家是在 Clan 啊？哇，那个大伯江水哦，人家那个小三哦，明明受伤了啊，他还要赶尽杀绝哦。难怪哦，她的老公我抛弃她。你刚刚讲谁的家？啊，没有啦，我是讲看来奥莫最近的精神很像很不错吗？真是有讲，如果他精神没有问题的话，应该早点让他的生活恢复正常的。他的生活一直都很正常的嘛。哇，那个大婆僵绝哦，还要命令我砍断他跟男主角的关系哦。人家感情这样好，怎么可能呢？哦，恢复正常生活的意思有很多种吗？包括搬回自己的家哦。嗯。虽然他的家是在 Clan， 可是那边在建筑 MRT 吗？嗯。如果他以后要来找我们的话，到 MRT 不是可以聊了？你都不熟他，他这个人哦，有什么事都会放在心里面的。而且哦，现在这种非常时刻哦，我觉得他还是住在我们这里比较好。可是，而且啊，你不觉得 brother 在这里真的比较好的吗？有人帮你做家务，明天啊，他还说要教我做 macaron 呢。这 macaron 不会在外面买吗？谁要他教啊？大婆，你们回不去了的啦，不要这样硬劲啦，放手啦。你看，他不放手哦。放了喽。
意的，下一个。五路来看。来到五路浪个这样，我就不相信你会到家。嗯，我刚才从哪一条路来的？老弟，那个马克龙的蛋白呢？要这样打才可以啊。不舒服，不舒服啊？嗯，那里不舒服啊？不是后面了，你站旁边了。其实我要讲的是，要将这个马卡龙的蛋白打到晶莹剔透哦，那个马卡龙的质感才软中带硬，硬中带少少软啊。叫你继续打他一个天荒地老啊！我去拿点东西啊。嗨，最近做的马卡龙有没有烧焦啊？啊，没有哦。怎么嘞？这样就表示你心情很好喽。还 OK 哦，是因为你没有提起吗？如果你提起的话，我又想起黎明的衣服，其实还有。叫你什么时候要？你做么？肮脏。这样我要加多少水啊？一杯水哦。听说你的家可以看到 KLCC view 的哦。很舒服的哦，你喜欢看了，我都空拍照给你看哦。这样舒服的家没有人住，不是很可惜？叫你什么时候要？妈扫地。这样哦，要打多久啊？才大概十五分钟这样哦。啊，小林啊，其实你有什么不如直接讲出来啊。你这样哦，等下给大雄看到我们这样，我会很不好意思的。叫你什么时候要？Settle了。你的房东哦跟我说，他说我把那个抵押金退回给你啊，而且还给你三天的时间搬过来。真的？嗯。谁要搬过来啊？Brother 哦，反正呢、哦、我们家里多了一间空房嘛，这样多一个人住比较热闹一点哦，还可以削削这个租金啊，几不错啊。哇，想不到事隔十多年兜兜转转，这样缘分就将我们安排变成 roommate 了啊。加上现在小林就这样关照我，我真的感到很开心啊。嗯，你们在做么啊？往前走100公尺，然后右转。够了啊，你带我来这里三次了，我记得这三条毛的啊！你看，怎样往前走？你看，嗯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老婆，你快点来救我！福天宇，你除了打 game 之外，真的什么都不会的哦，连一只猫啊，都比你会认路回家。啊？天天秘密回到家了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讲是去散步，其实带 Jackie 进森林，然后丢下他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人家讲哦，乌鲁兰啊有山有水，空气也好吗？就我就带丹妞妹妹出来散下步。敢做不敢认识吗 ？Jackie 又要抓破你漫画的大结局了。不用，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是啊，是我故意要把丹妞妹妹弄丢的。你就莫要这样做，因为你每天都喂丹妞妹妹喝牛奶，可是我没有。你每天都帮丹妞妹妹上去。可是我没有，你每天都对着你妹妹讲话笑嘻嘻，可是你没有对着我讲话笑嘻嘻，因为讲这样多，你是在吃醋啦？我是吃醋啊，我就说不爽你关心你妹妹多过关心我喽。没想到福天宇居然会为了一只猫吃醋哦。老婆啊，你可以等我回到家了再笑嘛，因为这里是荒山野岭哦，你这样子笑很恐怖的，你知道吗 ？OK。我等你回来再笑啊，等一下老板要接他回家了了啦，满意了吧？真的、啊、然后我再去接你咯 OK。 可是、哦、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 Jackie 身上啊有一块晶片的，所以我知道你在哪里。你的右边有三根茅草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一打
打晕啦、啊！你看，把客厅弄到这样乱，等下还要我收拾啊！我是你老婆来的，不是你的垃圾婆啊！我很久没有听你骂我了。算了你，哪里有人喜欢被骂的？古典有，我尿急啊！